我可以问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我们是小朋友，所以还不确定这里合不合你的胃口。没关系，你给我推荐什么我就吃什么。这是你们喜欢吃的还是什么？平时？平时大概都吃这家。经常来吃这家。你们吃饭了吗？刚刚去买。刚刚去买，那要不要我再跟你们一起吃？我请你们吃。没关系。没关系吗？你可以跟我说吃什么好吃吗？要吃炒饭，火腿蛋炒饭。火腿蛋还有呢？培根。培根蛋炒饭。那个，我请你们吃个冰淇淋吧，要吗 ？OK。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这家 ，OK， 拜拜拜拜。特美式机关旅馆比今日跟那屋咖啡包包的话不会死的。我打算路上随便问一个人这里什么好吃的，然后就去吃。대만요리를먹고싶네요꼬맹이들이뭘좋아하는지한번물어보고먹으면되겠다여기어꼬맹이들있네你好，我可以问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我们是小朋友，所以还不确定这里合不合你的胃口。没关系，你给我推荐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可以拍你吗？我可以一起拍吗 ？OK。你们跟我说，哥哥你去吃这个，我就去吃，可以吗？你可以带我去吗？好，你们今天不上课吗？今天上半天。下课了，上完了。周五的话是这样的吗？台湾开心吗？你今年多大？我大概10岁。他是你的弟弟。嗯。你们有去过韩国吗？没有。没有。我们还没出过国。那你知道韩国是哪里吗？好。确定这里有吃的吗？这是你们喜欢吃的还是什么？平时？都吃这家，经常来吃这家。你们吃饭了吗？刚刚去买。刚刚去买，那要不要我再跟你们一起吃？我请你们吃。没关系。没关系吗？你们要回家吃吗？还是？等一下就回家。回家吃饭。嗯。快到了吗？好的。这个，这是饭店。我看一下，那你可以跟我说吃什么好吃吗？要吃炒饭。火腿蛋还有呢，培根蛋炒饭。那个，我请你们吃个冰淇淋吧，要吗 ？OK。谢谢。害羞吗？为什么害羞？我擅长跟别人讲。是吗？你们觉得我是坏人吗？想吃什么冰淇淋？这个吗？你也要吃这个啊？这是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台湾的。刚刚那个地方是这里，餐厅，那里，啊那里，啊那里那里 ，OK OK， 我去尝尝看，看看好不好吃？确定好吃吗？培根和火腿，你们觉得哪个好？火腿好一点，你也觉得火腿？开心吗？真的开心吗？好，希望你们以后也来韩国。我可以以后把视频剪放在 YouTube 上面吗？可以吗？拜拜，拜拜。为什么现在不吃？化了一会儿。不会吗？要快点回家吃。好，这家。OK， 拜拜，拜拜。小朋友跟我说，火腿蛋炒饭加蛋包，哦，牛肉来一个。全餐是完整过的，蛋炒饭。好，加蛋。我们加蛋包今天的实价是加35元 ，OK。可以可以。然后炒牛肉。炒一份牛肉。这是小朋友们推荐我的火腿蛋炒饭，看着还不错，还爆了个蛋。好好吃哦，火腿蛋炒饭，哇，맛있다。배고파서그런가？엄청맛있네。저는牛肉가나왔는데아이야채랑같이볶아줬네냄새는
Not bad. Oh, 맛있는데? 맛을 설명을 못하겠네. 很嫩, 맛있어. 我觉得我的口味适合小朋友的口味，还正合我的口味。可以吗？好吃。我叫台湾的小朋友推荐我哪里最好吃，他说这个蛋包饭好吃。对，我们广东客人们很好。广东客人，很风景。你是哪里的？听到？韩国。好，他从哪里的？从小朋友跟你讲。小朋友。 我在街上问小朋友，你才来台湾玩了？我来工作，我来出差，刚来，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的推荐是没有错的，谢谢。